22.14. Next, please welcome Binshu from China. 许冰书，这个赛季的自由滑音乐是来自于电影《花木兰》。今年18岁，他是长春人。长春的许冰书非常好的完成了这套自由滑。对，今天的表演真的是非常的出色，我想跟观众一直在为他加油呐喊也是有关系的。
是的，许冰书呢，在就是今年大奖赛的这个加拿大站上是获得自己的自由滑最好成绩，当时是93.88分。这次我们从他刚才的技术动作来看呢，完成质量几乎也是跟那次的比赛不相上下。他完成了这个后外点名三周接后外点名三周的连续跳，这个对这名选手来说确实也是不容易。对，整个从这个技术难度上来讲还是不错的，完成的这个质量也是非常好。许冰说他和这个日本的浅田真央还有金燕儿是同一个年龄段的选手，从目前来看呢，确实跟在这个艺术表现力上呢和感染力要稍微弱一些，但是他的这个技术方面确实已经可以说是目前现在女单的选手当中实力最强的一位了，而且最稳定的一位。后外接环三周，这套动作我们看到他是把这个三周接三周连续跳是放到后半段进行，这要比他的前半段的分值还要高出10%。那整个他的旋转完成的质量也非常的不错，跟他的这个接续步啊，整个这个我想难度应该还是比较高的。许冰说呢，在今年的比赛当中呢，加拿大站他的这个旋转有一个旋转给了是4级，但是呢，而且当时他因为是摔了一次，但这次他这个三周接三周连续跳他没有出问题，连续就这个后外点名三周，这个也是难度比较大的一个。是的，他后半段完成分值还高，他还要比前一站稳，接着大家摔了54.86的技术分，看来是有希望刷新成绩了，48.94。小分钟最高的是华新技术103.80，恭喜许冰书刷新了自己的自由滑历史最好成绩，而且要超出了10分，非常不容易，两项总分159.02，这也是许冰书的历史最好成绩，他的总分也刷新了在05年世青赛总决赛上获得的最好成绩，我们祝贺许冰书。那也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他有